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找你，我一路从山东找到了北京。我把你的照片，我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我和个傻子一样。我贴上去了，环卫工人把它撕下来，我再贴上去，它再死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做梦呀！我总是在想，没准有一天我们家魏明他路过这条街呢，他就看到了。 他看到，他就会来找我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样的生活。我过得特别幸福。但是当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给我的答案，你竟然可以……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我是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都不会再相信我了。我跟他在一起，一开始完全是为了……但是，我曾经跟你说过。 我所做的一切，完全是因为咱们两个能够幸福。我想，可笑吗？这话说的你自己都不自信吧？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，可是，也许从小到大，我穷怕了。 我真的害怕，我再回到咱们俩以前没钱的日子，我就想从他身边。你是真的穷怕了。不，我就想从他身边。可是你想呀，以你对我的了解，我花这样的钱，我怎么可能高兴呢？去花你用充满自尊换来的钱，用我们俩的幸福换来的钱，可笑吗？是，月，听我说。 我承认，我这种做法真的特别的卑鄙。可是，我真的无法控制我想过好日子的欲望。我日子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的，不是靠你偷可以偷得来的。是，我承认这些日子你不好过，可是。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？我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没有一天我不牵挂你的，秦月。我真的，我只求你原谅我。我没有办法原谅你，真的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能为了我跟他离婚吗？ 真的不知道什么力量让我们俩结婚了。你知道，两个人在一块儿难免会产生感情。圆圆她对我很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魏明。 今天见面，到此时此刻，你没有问过一句关心过我现在状况的话，你没有一句提到关心过我们孩子的话，你还是人吗？文玉，我曾经跟你说过让你把孩子，凭什么？他是个生命，凭什么？你还年轻，我觉得。 我觉得你应该走，别再讲了。月，走，滚！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听着，我这一辈子我都恨你，滚！
别坐我边上，离我远点。哎呀，圆圆，我求求你了，咱俩别吵了好不好？我这真的快崩溃了，我。你快崩溃了，快崩溃的人是我。你该做的不该做的事儿全都做绝了，你居然告诉我你快崩溃了，你没有良心，你居然跟他还有孩子了，那你干嘛还要跟我结婚？你是诚心要害我吗？哎呀，圆圆，我不是害你啊，我跟他我真没有别的。哎呀，我反正我跟你说不清楚了，我怎么？你跟我说不清楚，你是说不清楚，你该说的话早都已经跟他说光了，你跟我没话可说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跟我结婚图什么呀？你是真心爱我吗？不是，那你认为呢？我认为你就是在骗我。嫂子，你说不清楚。别走，要去哪儿？哎呦，憋得慌，我就出去透透气。你去吧，你去了就别再回来。Thank you.